大家好，我是凯俊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五个幻象造型，一样都会附上实战画面，最后也会帮大家统整手感哦。那我们就开始介绍吧。福能危机1775特务币，没有幻彩。福能危机有特别的漫画风格，举枪的那些漫画字体加上华丽的终结动画，都有种很像在看漫画的感觉。我之前没有很喜欢这个造型，因为朋友买了，开始多接触到这个造型之后，发现它的特效没有那么多，简单的样子非常实用。侦查行动1775特务币，四种幻彩。侦查行动没有终结特效，不过它有三种模组可以抽。你每次买这把枪的时候，都会从三个模组里面抽一个。这个造型在我收藏库里面待了很久，都很少拿出来用。直到我发现蛮多职业选手都在用，看完比赛都想拿侦查行动来大展身手了呢。恶鬼1775特务币，四种幻彩。恶鬼是我第一个购入的幻象造型，在当初还没有什么酷炫造型的时候，恶鬼真的是大家的首选啊！不管是击杀音效还是终结特效，完全看不出它是初代的幻象造型，几乎不输现在的新造型了。光炫声谱2675特务币，四种幻彩，我都叫它唱歌，因为光炫是跟 Z 联名的造型，在赏枪的时候会有音乐。这个也是特战第一个要2675特务币的幻象造型，我也是最近才购入，终结特效也会有音乐。如果你觉得打特战太乏味，想要听一下歌的人，非常推荐这个造型哦。
2022冠军2675特务 B， 没有幻彩。这个造型的特色是，你的击杀是全场最高时，你的枪就会发光。如果是枪法很好或者常拿第一名的玩家，非常适合用它。在你不断的击杀对手时，你的枪外观也会慢慢出现红色的部分，直到25杀时会把整把枪填满，超级酷炫的啦。最后来帮大家统整五个造型手感吧。福能危机，偏轻的手感，没有什么华丽的特效，我给四颗星。侦察行动，偏轻的手感，朴素的特效，我个人打竞技必用，我给五颗星。恶鬼，偏重的手感，压枪非常好压，也是手感一直都很好的造型，我给五颗星。光炫声谱，偏轻的手感，有点飘，我给四颗星。2022冠军，偏重的手感，压枪挺好压的，我给四颗星。今天的五个幻象造型分享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，也可以在留言区帮自己喜欢的造型发声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